为什么你家里会有很多男士的衣服还有鞋子？因为一个人住，所以得装家里有个男的，免得被骚扰。人都得有靠，你心里应该都清楚啊。我送你上去吧。不用了。方辉，是我。你记得厕所吗？李总，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家门牌号的？你别给我整这一网，告诉你，给你吧。徐日有监控。对。我想还有什么人有你们家门锁的密码？